响到空气上打个响。什么小小怀孕了？哎呦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小黑粉，小黑粉。对，小黑粉。想，而且阿梅是有驾照，她只是就是她不太敢开，所以说我们开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让她先适应适应。要不然的话，没什么车。对，要不然的话，反正早晚也得她自己能开才行。家人们，王飞哥怎么样都不要这辆车，怎么办？他非要说要给我了，还天天一有空就让杰哥教我，就安杰快点去教阿梅开车。王飞哥的话有空也会教我，他但是阿美姑娘这个是谁呀？哪个？这个人怎么是阿美姑娘？这个不是我的号呀，我只有两个号的啊，家人们，应该是阿美的粉丝啊，应该是阿美的粉丝，但是呢，有很多就很多人都说是阿梅什么小号什么日常号的。要是你开车，要是你开的熟练的话，以后王飞哥他出去应酬那些的话，你就可以，你就可以给送到回家了。哎，杰哥呢就可以，杰哥就骑车了是吧？边上待着，你就边上待着。没有，没有，你们说是不是、啊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想看我开车，来，杰哥。让安杰让那个阿梅感受一下，就是杰哥你坐到副驾吧，你给他那个啥，就给他看着点。等一下开车的时候不能把镜头对着前面，我知道。主要是你坐后面的话也有点挤。哎，是小董事长想的周到。这个是小孩的壳，袜子后面有点，放在这。垃圾都拿过来，我扔了吧。这个是我的。这里有个垃圾桶。这个是我的。嗯。这个是谁的？哦，这个也扔了吧，没人的话。扔掉，要不然一会儿他那个是。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我看多少点赞了，10万点赞了，我们一起再把赞点点啊，看看有没有。要系安全带了，家人。要系安全带了。我记得教练说过的，第一步先系。要，这个开着的话，你们两个会不会冷呢？没事儿，你冷了的时候再关嘛，你冷了的时候再关。我哎，杰哥，关的时候好像是按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之前不是救你了吗？对，要打你的杰克先，杰克。什么杰哥你要干什么？教练不是大傻春你要干什么？教练不是都这样的吗？你要打我们阿梅。那这样子的，你们拿着，你们拿着，杰哥拿着。家人们刚刚对杰哥拿着。是教练不是都这样的吗？对不对？好像真的是按、这个、对，等会儿你对就是这个，等会儿你要是要关的话你就按这个。关的话把这个一直按着的话它自己自动关上来了。哎呦，还会调座椅呀、啊、这是第一步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步咱们点点赞，你想想会开肯定会啊。赞赞点到多少了？可以走了啊、哦、出发了啊、哦、苏手山第一步、哦、对对对，我会的、嗯、只是这个阿梅会啊，他们会的，但是安全带必须要系好啊！还有我另外额外买了，我额外买了一份保险。要不我现在买保险还来得及吗？好了，好了，你手上了。对，挂低档。我来拿。看前面。你来拿，我这拿的话看不到他、嗯，但是我怕会不会那个。啊。现在开车的话会不会那个？给我。走看右看，走的我怕走这样子走的话，那就看我啊，家人们，那看我就行了，可以不？冷啊！哎，心里是暖的，怎么都不冷了。还是有点冷哦。兜风的嘛，你不是想让我？我只在夏天兜过。没事，就过夏天了。等会儿让他过夏天了，小小我会开车了，我就天天带你去兜风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带我去兜风，我们哇，杰哥跟王飞
飞哥，他们俩不配，他们俩不配，他们俩走远点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以后阿梅兜风的话，只带我一个人，王飞哥也得靠边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要不要，走这边去转一下呢。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点点赞，慢一点哦。看车啊，没车了，再看阿梅。我怕看的话，那个什么，我怕会封号，家人们。正能量啊，正能量。慢点，你往哪里跑了？慢点，弯道的时候必须要减速。只能开，哎呀。跑脱了。啊、哦，好，给家人们看一下，给家人们看一下。他好认真啊，我要认真才行。倒一下才行。其实阿美还是挺聪明的，她还是挺聪明的。第一次有人夸我聪明。哎，怎么驾校老师没夸你聪明啊？哦。你去考驾照的时候，驾校老师怎么说？有没有骂过你啊？啊？好不好奇，家人们，你们好不好奇？问家人们想不想听朱古力糖、巧克力糖吗？那个。发现我马上打。下一次啊，下一次，下一次给，下一次再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停在这里，要不就跟家人们。前面有个那么大个摄像头，没看到啊。对你。太阳，那是月亮，那是摄像头。对，你要注，就是开车的话，你要注意有没有摄像头那些的话。系了安全带的，系了安全。对，没事儿，杰哥在旁边给他看着的，家人们。王飞哥忙工作去了，王飞哥。王飞哥，派了安杰来陪我们。他陪不了我们，然后呢，派了杰哥来陪着我们。前面路口往右转。对，是阿梅开车，是阿梅开车，阿梅。能不能一心二用啊你？能啊。能一心二用，我很好奇驾校老师有没有说什么？你去考驾照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有。给家人们分享一下。真的有。有什么呢？挤在那个车后面吧。他说。对，你跟家人们也。他那个科目三的时候不是要要冲到那个四十码吗？你一直冲不到四十码。对，他叫我的名字。你以为你跑步啊？你是冲不到四十码？冲不到。加速加不到四十码。对，加速加不到四十码。然后他说：“天哪！”他说：“前面人家那个三轮车都比你快什么的。”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点点赞啊！哦，我开了一下，家人们，感受了一下，你拿一下。怎么我一，你一没跟他们见面，他们就走了，他们人都走了。吃饭了没有啊？哦、真是无比尬的尬聊呢。吃饭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注意安全，肯定的，肯定的。给家人们聊聊你的那个什么。小小来，小小你会不会哦？我会，我不来。你确定你会？我会。我不信。小小还未满十八岁呢，不能开车啊。什么未满十八岁？怎么可能？人家刚满。咋吃过？咋吃过？家人们，有驾照吗？阿美开心，因为很开心的。你看，哇！等一下，小小，我给他们看一下我车的颜色。嗯，对，走了下去。刚才可能有些家人没看到。哇，我跟你们说，家人们，这个车看一下，哇，你看，真的好喜欢。哎呀，哎，这什么？没什么。咦，有个小兔子。我站在这前面。哇，这颜色，这颜色。那天我们三个不是把颜色改了吗？就王飞哥让我去，让我们去改那个我们喜欢的颜色。结果改回来的时候，你们猜王飞哥怎么说？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子的？
你们猜王飞哥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子的，家人们？就这个颜色，你们看，前面看见是。